好让各路人马云集，看我打败雄霸。是，段浪，这几天大伯有点私事要办，暂时和你分手。师伯，小侄愿追随您左右，为您效劳。不必了，这几天你要小心才是，雄霸老奸巨猾，可能有所行动。哎，你们段家的祖传名剑火灵剑呢？南山巅上火灵烈，北海前身雪影寒。南山巅上火灵烈，我小时候曾听我先父说过，这不就是形容火灵剑的吗？不错，火灵剑乃举世名剑，数十年来有多少英雄豪杰为了他命丧黄泉。这么说，小侄如果拿到火灵剑，便可横扫天下喽。师伯，那小侄就在此与您拜别，往凌云窟取回火灵剑。七日之后，天下会见。哼，火灵剑，哼，我断了，终于可以独步武林了。爹，孩儿今天回凌云窟，是想取回火灵剑，为我段家扬名武林，并为我义父报血海深仇。爹，凌云窟内有股神奇的魔力，今日入洞，生死未卜，还望爹在天之灵助孩儿一臂之力，顺利取得火灵剑，为我段家再掀风潮，扬名武林。找到你了，爹，浪儿不孝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火灵剑。如果爹在天有灵，请助孩儿一臂之力吧。孩儿重拾火灵剑，孩儿一定让我们段家扬眉吐气。